这位是本家的小姐，不是我的女朋友了。我知啦，都是迄个哦，你无介意，也不过已经请你做正饭啊，无你嘛袂用的迄未来黄家的新妇。黄太太，真歹势，我看你有淡薄误会，我无任何想要做黄家新妇的意思，你莫用你家己偏菜观念来看待我这个人。误会，六月，我咧七月八月啦。 你若无安尼想吼，你来三更两更就走来阮家，你是当作阮黄家，一泡沫红茶店，诶，还是咖啡厅？啊，咱想要来就来，阮敢着搁做一个服务生来给你安排咧。你哦，莫叫是讲你有一种趁食查某的步骤，我都骗我啦。安怎？是恁迄个味蕾大家给你教的，还是你细来就会晓啊？ 阿姨，咱搁见面啊！阿玲，咱有羊汤来啦，来来来，咱吃一个，吃一个。多谢。阿姨，阿你巴肚会枵无？我叫阿孙哦，出一块补品，你吃好不好？唔免啦，多谢你的好意。不过我实在无啥物胃口。无胃口？阿姨啊，阿你是毋倒去无爽快啊？阿爸，其实我是有代志要甲你报告。 啊，我哩听了了，了有心理准备，免伤紧张，也免伤过激动。啊，是啥物代志啦？毋着紧讲讲。拄则妇产科敲电话来讲，家己的业务结果，伊讲囡仔可能有问题，若进一步证实，囡仔会提着。那会安尼啊？啊，是毋是检查毋对啊？毋知影。 医生讲，初步检验怀疑囡仔有唐氏症，确定的报告要等明仔载父亲了才知影。啊，不过医生在电话内底有交代，叫咱爱有心理准备。若是囡仔真正有问题，看是不是考虑马上甲摕掉。无可能，这个囡仔绝对无可能有问题，一定爱留落来。阿嬷，袂用的啦。 你敢不知影生一个有唐氏症的囡仔对爸母对家庭，甚至对社会来讲，拢是一种负担。这个囡仔绝对袂当生落来啦。妈，其实我甲家己的想法嘛同款。这个囡仔是真是有问题，可能是天公伯啊，头过我冤生落来。一切等确定的报告出来才讲啦。嘉怡，明仔载我甲志忠陪你去候诊。 我一定要亲身问医生，我才会放心。这个囡仔绝对无可能有问题。我应该袂算对呢。嘉怡，跟我去佛堂。去佛堂。这尊菩萨是志忠阿公在世时阵，我伫拜到即卖。以前毋管我发生啥物代志，我总是徛菩萨面前甲求甲拜。 到最后，也是奉献化解。家己，你即马用诚心诚意来甲拜，求菩萨保庇你，保庇你甲你巴肚内囡仔会当平安健康。我相信菩萨一定有听到你的心声，会当保庇恁母仔平安无代志。 真正有问题，这应该就是天注定。阿妈，若真正这是天意，恁两位师大人都袂用怪我，因为这已经毋是我会当决定的啊。嘉怡，当初要请你把这个囡仔生落来，会当讲是困难重重，一波三折，啊，想袂到。 你顶头答应啊，即马出来发生这款无法度控制的代志。昨日我陪家己去做产检，个医生阁跟伊语文，讲囡仔真健康，心跳声真强。医生还阁讲，会花产检，当然看出伊是查甫啊查甫。 我伫记起模拟图看到迄囡仔影的时阵，看到迄个影动来动去，小感觉真奇怪。
伊种感觉，我想要早时光碰到伊。唔系佮讲啊，嘉义，麦考，嘉义，你唔能够再艰苦啊，嘛唔通安尼简单，就相信医生所讲的话。虽然讲运命是天注定，也毋过虾米才是天公伯啊，予咱真正意思。咱大家要好好思考，好好体会，千万唔通想着伊予咱的意思。阿妈，虽然我家己嘛感觉真唔甘，阿唔过。志涵甲志忠讲的嘛无唔对啊，就算讲把这个囡仔生出来，对你吴家并没有任何的帮助，连都会有真多麻烦。我甲嘉义嘛是无爱看到这款的代志来发生，所以阿妈妈妈，你就莫失望了。不过这个问题既然已经发生了，咱都真冷静、真理性，听医生的建议，做出上明智的决定。将代志袂用拖，嘛袂用躲避，还袂看到结果，猜测是绝对无准算的。我对我家己有信心，治疗唯一的囡仔，伊是福星，一定逢凶化吉。所以讲恁，大家唔免先烦恼。连你回去，上重要的就是好好休困，其他的代志莫想伤多。一切等明仔载予诊所，咱才来讲。我知影。安尼个，明仔载透早，我甲妈妈会再来去病院复诊。等等。干妈，志忠，彭小姐。志忠啊！你若台面带回来女朋友，拢生作无同款，哎，不过是一个比一个吼，更加开心啦。啊，人家讲哦，这虎父无犬子。我看你找查某的本事哦，袂输你个风流老板。你莫听我胡编乱讲，这位是彭阿小姐，不是我的女朋友啦。我知啦，就是迄个哦，你无介意，也不过已经请你煮正饭啊，无你嘛袂用的迄未来吴家的新妇。吴太太，真歹势。我看你有淡薄误会，我无任何想要做吴家新妇的意思。你莫用你家己偏差的观念来看待我这个人。误会啦，我咧七爷八爷啦。你若无安尼想吼，你来三天两天就走来阮家，你是当作阮吴家是泡沫红茶店，还是咖啡厅？啊，咱还想要来就来，我敢着搁做一个服务生来给你安排。你哦，莫叫是讲你有一种贪食查某的步骤，我都骗我。安怎？是恁迄个未来大家甲你教的，还是你生来就会晓啊？尤英姐啊，有人客气的，请你讲的较客气的好不好？妈。哎，好啦。哼，别客气哦。人咧讲哦，官若做愈大，就愈不需要客气啦。你敢卖看过倒一个立法委员咧质询的时阵是温柔搁客气啊？哼，到我的身份来讲啦，我是吴家吼正牌的大母呢，我讲话当然爱大声。当然都免客气啊！刘爷爷，我忍耐你足久，请你别逼我伫人客面头前对你歹笑，啥我该讲？哼，足惊足惊哟！我足惊你若话袂咬我吼，可能会一日哭较哭呢。好啊啦，妈，卖个冤啊！我真忝，咱家休困。算你好运啦，人家就好我驾驶你。